来，两位，接下来看谁？我想看大眼萌。我们来看一个看上去好看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确定下一位登场的是大眼萌。我叫叶顺佳，今年6岁了。今天的主角不是我，是我哥哥叶许佳，他特别帅，他陪我玩陀螺、做作业，还会教我练钢琴。他唱歌超级好听。明天哥哥就要出发了，我会想你的。第一次离家这么久，这么远，心里有点忐忑。不知道训练会不会很累。燃烧吧，少年。很可爱啊，特别秀气的那种。很秀气。小朋友，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？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就靠在墙壁 build ABC。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但追得到一台99无人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要小心啊，要小心啊！为什么我不比别人快，不比别人高？将来大家看我所有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是不在她心里面。有空就得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快快长大，才能保护她。很可爱，很阳光。哎，你真的很喜欢他，你一直看着他的表演都目不转睛。OK， 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燕许佳。哇，现在已经开始收获粉丝了。燕许佳，你觉得你唱的好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但可能还不够好。那你跳的好吗？大家都这么觉得，那我就觉得很棒。你叫大眼萌，你可以萌翻一个我们吗？你也摆一个可爱的。这太难了。看清楚了吗？你找一个对象好了，你在现场找一个女生做一个。OK， 要求换个助理了。哇，这些动作换我做就是人间悲剧了。许佳，你觉得有人会挑你吗？有。我觉得会有吧。何来的自信？大家给的自信啊。许佳，选择你的人是？我一直就蛮喜欢春春姐的，就希望能加入她的队伍里面去。李宇春，恭喜你。你有没有看到她的样子？我好紧张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非常可爱，非常可爱。坐。蛮兴奋的，因为特别喜欢春春姐，就觉得满了我的心愿吧。燕许佳，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，非常可爱，很阳光，充满了一种青春的朝气，一下子就能吸引到你的目光。舒淇，你肯定后悔了。我知道。其实还是挺不错的，对不对？才三个，还有那么多。